教主任，陈主任好，也是我们英语的伙伴，今天有一个一起研习，那是不是先请地主稍微看简单介绍一下，或者是好，那我就欢迎陈主任。秀娟校长，还有丽娜老师，还有各位在场的伙伴，大家早安。很高兴哦，大家能够来到马光国中研习。那这个场地是我们的会议室，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请大家见谅。那我们的洗手间呢，往这边门出去直走，就会看到男生女生都在同一边。啊，再来如果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再跟我们说。啊，楼上是我们的读书室，有空可以去参观一下。好，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再请我们校长学好，那然后是我们这个县府哈乡团科自己介绍教育处的吴老师。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Michaela. Yeah, I work as principal session. And I know Nina is really famous in our team. Really.Thank you. And she's really famous, like how to teach English, especially tries to ask teachers to teach for their students. So let's welcome Nina.跟他们一样很棒。那丽娜，这样 OK 了吗？等一下，助理叔叔。是刚好好，那今天好像有个重要的任务是大家是叫做所谓的种子老师吗？你有认真看公文？我这张是什么？这样写对不对？所以种子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回学校要宣导，对，可能就是要把那个我们今天在上课的内容或大概的东西，你跟学校老师谈一下哦。好，那。我想请问老师，你有听过12年总纲宣导的，请举手。总纲好，所以应该是行政人员才有，大部分都是行政人员才有，那就是其他处的老师你都完全没有听过哈。好，没关系。那今天的话就是我 PPT 会给老师 ，PPT 给老师呢 ，Peter 人员有，所以你可以直接拿 PPT 回学校去，这样讲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去跟老师的陈述哦。好，来，那很快的哈，就是这个 icebreaker 的活动，有做过的老师举手，就没有。好吧，我还换了题目呢，实在是。对，因为我想说应该，为什么会去年的跟今年的人都会换，对不对？召集人员换。哦，所以说没有人做过这个活动，我这是特地为了怕有人做过，我还把题目都换了。那没关系，那我们来看看那个辅导员还记不记得。后来，这个在讲义上面没有，因为我今天原本没有打算要做这个，可是后来因为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活动很实用，他们可以带进班上，那我就试着来玩一下。那麻烦大家会一样，就利用讲义空白的地方呢，自己先把这个格子画出来。好，那中间这里这个是谁呢？这个是谁？是我，对对对，哎，这句话谁讲的？男的，男人慧眼直接看出来这是我。请问刚刚说丽娜你是谁？我吗？啊，后面是念竹吗？好像是其他
当老师 ，OK。好，所以呢，中间那个娃娃就是你自己啦。那我们知道现在做这个娃娃很简单哦，以前还要去一个叫那个 Cartoon Maker， 以前还要一个叫 Cartoon Maker 的东西去做。可是现在呢，你要是有 App， 你就用摩奈相机，就用那个摩奈相机就可以了。好，你就是那个 App 就打摩奈相机，然后把你的脸就对好，你就可以做成各种东西哦。好，来接好了吗？OK， 然后这个活动呢是它叫 Icebreaker， 就是因为我根据在国外通常有时候在大家哦，一个人跑上像娃娃变革哈，就是我们知道在国外啊，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个 Icebreaker， 那大家都会去介绍自己，可是自我介绍呢，你不能介绍的很平凡，因为这样子大家记不住，所以会玩一个游戏叫做 Two Truths One Lie。意思就是我要讲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两个是真的，那有一个是假的，好，要让大家猜到底我讲的是 true 还是 false。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先做的就是大家先根据这个图表，然后我先讲我自己的事情哦。那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是对的，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是对的，好，没关系，他好像没有开到，留到回不来。那没关系，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是对的，你就写 T， 然后错的话就写 F。OK， 那等一下我会对答案。如果你猜对了，你就在这一格当中把它圈起来。就比如说你我有这个你猜对的，就把它圈起来。然后这样圈，那中间这个是一个 bonus， 啊，看一下连成多少条线，这样 OK， 知道了吗？好，好，我们开始哦。来第一题。这是以前，不是以前，不好意思哦。那我找一下最新版本在哪里？
Williams is Bomeco at Pomerania, 3 years, 3岁。看一下身上有没有狗毛。How old am I? I'm a Christian. 我是基督徒。像这样呢？像这样呢？嗯。好，再来。I have been to 37 countries. 我去过37个国家。下好一首。我觉得我下一年应该不是当那个 principal， 我要去当庄家。我要当 dealer， 好，不要下。好，下好一首哈，先好了哈，我对答案哦。如果你答对了，就把它圈起来。OK， 弟弟 ，I can play the piano. True。写对的举手。啊，你看是很有气质的。好，对对对，他说 ，I can speak Taiwanese。哦，中。好，弟弟答对的举手。哎，还不错，一半一半。我唔来让讲台语，我用台语，用台语跨文袂够用。我刚讲真话，我讲真话，我都没讲哈。OK， 毕竟我是台湾人，我不是外省人。我刚才说我不是外国人，我不是外省人，但是我从小就被人家认为是外省人。然后我们老师，我记得我们国中的时候有个老师很好的，他喜欢猜我们的星座、血型什么那些，然后他猜我全部都错。他第一个他猜你一定是 B 型。我说不是，我是 A 型。说那好可怜。然后说你是外省人，我说我也不是。他说那你一定做完眷村，我说我没有。然后他完全不相信，他就是非要猜到一个他知道的哦。OK， 好，第三个，我高中的数学很烂。没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呢，我都在写小说。我想要我的志向是要当一个专栏作家，而且是那种反政治的专栏作家。知道像什么向日葵啊、太阳花啊，什么奇奇怪怪那种地下的那种。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呢，连厚黑学都是禁书，还有连李敖的书都是禁书。那我是高雄女中毕业的，所以我必须要在我的学校的旧书摊里面去找一些禁书，然后还要给我教官的那种人啊。那是以前，那是以前的，基本上当了老师之后什么都不一样。OK， 好，来，我下一年要当校长，没了解了。因为我感情，我昨天想不到什么恐龙。好，我最喜欢的是巴拉，对的。好，再来，我有一只3岁的博美狗。对，对，还错。对。OK， 错。我那只博美狗14岁了。它每天早上呢，不过它很好，它那个弹力还很好，可以从那个跳到床上都可以。所以我现在发现，锻炼、饮食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它到处乱吃，非常不健康。基因最重要。真的，所以美丽呢是天生的，那后天是安慰一下自己的，真的。好，再来 ，I'm a Christian， 像 ，OK， 好，我是佛教徒，我理解，对，但是我尊重每个宗教，我其实都很喜欢。好，来，我去过37个国家，因为我刚讲四个圈，四个叉嘛，哦。好，来，我要来看一下呢，换了题目之后效果怎样？看答对的人是变多了还变少？好，来开始连线。连线，请问你有连成骨条的举手。中间这个是 bonus 哦，就是刚才那个圈圈是 bonus。好，来，答对的举手。五条线的，太狠了。来4条，3条。OK， 3条的基本上都是女生哈、哦，但不知道为什么3条的都是女生。好啦，老师，3条线哈、哦。然后呢，因为他们有了巧克力之后呢，其他人开始恨你们。因为我再也不会问人家多少人了，因为就3条了。那现在要做什么呢？现在为了要让你们知道到班上去之后该怎么回事呢？ OK， 还有哪一个？还有一个。好，为了让你们回学校之后你知道要怎么办，现在请你按照这个方式，你写关于自己的事情，然后两个人一组去玩。OK， 好，来，请你按照这样子，然后你写关于自己的 statement。写你自己的陈述，然后呢，记得有4个是真的，有4个是假的哈、哦。可是你现在必须要 find a partner， 你要去找一个 partner。那我们看一下谁没有办的，这边两个对面就比较好玩。你要这样玩还是要玩？我喜欢这样玩。对面吗？好，都可以。对面，够。对面找一个。嗯，好。我先看那边啊，那边还有两个。嗯，对，那个老师跟老师，哎，你看到老师可以玩。
所以要先过来，推回来，就应该还可以再推过去。没关系，就是把你得把题目写好之后再过来问就可以了。好，请问还没写好的老师请举手。OK，原来说谎不容易，对不对？哎，你们要讲四个谎话。啊，你们不要说谎太简单的哦，因为这样子没有鉴别度。比如说你讲 I was a student， 这是什么题目啊？这叫送分题，对不对？这不行哦，哈，就是你要出有鉴别度的题目。然后最好出那种就算跟你很熟的人他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交过三个男朋友之类的什么的，因为只有你们知道答案是对还是错。对，
很好。有外国人在讲话，说他们教务主任是外国人吗？而且因为那时候我在弄资料，我想说，哎，现在在介绍教务主任，教务主任开始用英文致辞了。好，这个很可爱哈，所以老师您是那个宣导种子哦，今天有种子的任务，所以今天不管你多累哈，他可能就要麻烦大家，就是可能那个要集中精神，要听一下到底在讲什么。我尽量讲到让大家都很容易了解。就算你回去宣导的时候，反正我觉得学校的老师也不会问你太多问题，他们不会问，他们只会问你英文剩几节课这种事情而已，对不对？至于其他什么理念啊，什么啊，为什么这样那样那样，我相信没有人会问你。好 ，OK， 好。但是你自己要清楚，万一有那种很认真的，或者你们学校的实习老师，或者是那种代课老师或什么，他将来要考教甄的话，他就一定会需要知道很清楚，因为教甄一定考。那如果你有指导老师指导学生或指导什么要去考教甄的，我觉得像这些概念，他真的一定都要会哈。OK， 好，来，我们开始两两一组。那两两一组要做什么呢？我们先剪刀石头布哈，剪刀石头布。OK， 那我先请那个请一组出来示范好了，你们两位先示范一下，你们要不要先站起来先想好？不好意思，好，这是他开始后悔干嘛坐前面。来，你们两个先 paper scissors stone， 先猜起来就可以。好，赢了。所以赢的人呢，等一下赢的人就开始念自己的 statement。他就念自己的那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那个角度真的照很胖，搞不来这个。就是你会讲自己的 statement， 然后讲完之后，你就立刻回答说是 T 还是 F。那如果他答对了，你就把你的那一格圈起来。所以意思就是你帮对方计分。好，这样到这边大家了解了吗 ？OK， 赢的人先讲 statement。然后你们是一题一题对，他每讲完一题，你就对答案，然后就把它圈起来，好 ，OK， 所以帮对方积分。我们今天试看，好，因为你赢了嘛，我先讲第一个看。I can play basketball。这条简单，我要请数吗？答对了，好来第二题。再考不了，你继续。I was good at math in high school。好，坐了，好，来，那就坐下来继续玩。那其他人呢？你们就开始两个一组，好，来 ，one, two, three, go。早先让他签，早先让他签，早先让他签。
好，来。OK， 好。
好，来那个这个粉丝网页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知道的举手。好，那如果你们要，我上次有寄给你们 PPT 吗？有100多张的 PPT， 然后有把那个这个网页当中所有的精华的一些 slang 放上去的，有没有？有人有收到过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记得在粉丝网页留 email 给我，然后我就会寄给你哈。那如果你有经常在 follow 呢，我只要讲两个我们最新的最近有发就是最近 po 的东西。好，最近 po 的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假如你听到笑话，很好笑的事情，可是呢你却要忍着不笑，就要憋着。哎，那你要憋着，这样的英文该怎么讲？为什么我要这样提？是因为它是在国中的1200个字，可是我们的学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用。好，我们讲在问路的时候问 direction， 我们在问路的时候问 direction 会经常用到一个字，比如说 go 什么 ahead straight right， 所以这里会用到的就是 straight 这个单字哦。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叫做 keep a straight face， 就是我摆了一个大脸，但是我憋住不笑的意思，有没有很简单？所有的字学生都认识。好，所以我讲我那个100多张的那个 PowerPoint， 其实就是希望老师你可以让学生们抄每日一句，他可以在班上的时候抄联络簿，所以他每天都可以学到一句英文，而且这个英文呢是实用的、好用的，他就背一句单字是不一样的意思。那你也可以让他每天练熟，比如说我们来练熟这个每日一句，那就可以加分。我觉得上次可以鼓励学生们他学一些对生活有用的东西哦，所以这叫 keep a straight face。 那我们的网页呢，因为已经好几年，所以有很多东西，我有把一些的有趣的整理出来，大概有100多张，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的。好，但是就是你就是去粉丝网页留言。好，来，再来，这个是最新的，我们现在常讲 teamwork， 可是呢你的伙伴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对人。他英文要怎么讲呢？英文里面没有 God 也没有 pig 都没有，因为对上帝跟又没有，没关系，我觉得还我大家听得到吧？只是说你录音效果不好而已。OK， 就是上帝啊跟猪其实都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宗教或者是信仰上的一些含义哦。那如果在英文里面我们讲类似的话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哦，很可爱，很可爱哦。你们看的时候会心领神会，会心一笑。With friends like that, who needs enemy? OK， 就是呢，我有这样的朋友，我还需要敌人吗？意思就是你这个猪一样的队友，整天在扯你后腿。对，可是你又不要讲扯后腿，因为这样子就非常 ironic。你会觉得英文很多的用法都用反讽，就像是会考的听力呢，他现在也很多是用这种反讽的语气。那你会发现，语感好的小孩子他吃香。可是他若死读书的小孩子，他真的就会卡在那个关卡，因为他脑筋转不过来。所以你看 ，with friends like that, who needs enemy, right？ 好，我这样的比喻，我给我们敌人哈，就完蛋了。好，那三姑六婆这也是最新的哈，就是为什么叫 Chatty Cathy？ 你小时候你有玩过芭比娃娃，或者是你有没有买芭比娃娃给你女儿过或小孩过？好，这个是同样一家公司。那他早期呢，他出了第一个会讲话的娃娃，他的名字就叫做 Cathy。好，有没有老师你的英文名字叫 Cathy 的？没关系，好，就是名字还是很可爱，只是他刚好叫 Cathy。OK， 好，所以叫 Chatty Cathy， 因为他就是一个会讲话的娃娃。那我们就说那个很爱讲话，因为什么关都关不掉，尤其那个机器坏掉的时候吵死人了哈，叫 Chatty Cathy。OK。好，那我们的学生呢，现在叫雪花世代 （snowflake）， 因为它不是 strawberry。我们昨天呢、还跟云林的辅导团，我们吃了很多很棒的草莓，心情超好。可是我们的学生他已经不是草莓族了，他是雪花，他根本就是只要温度有点不一样，他就融化掉了，很恐怖哦。好，来，那这个就是会考就考的 Catch-22。那因为这个都会在我的 PPT 里面，所以不耽误大家时间哦，我很快弄过去。只要让大家看到那个一个今天就可以回去讲的，今天就可以回去讲的是这个打勾勾，你今天就可以写在联络簿上了。打勾勾叫做 pinky swear，pinky swear， 然后就是左手出来 pinky swear， 因为 pinky swear 就是一个动词，它就是一个动词，然后也是一个名词 pinky swear。OK， 好，我们打勾勾，因为打勾勾的时候一定是用 pinky 是我们的小拇指哦，小拇指小手指。英文好长，好来，现在呢，终
文好差，天哪！我昨天草莓吃太多了。好，现在四个人一组，麻烦你把这张 A4 的纸呢折成四个区块。麻烦你把这张纸呢折成四个区块。什么样叫折？白色的那个。对，就拿一张白色的，把它折成四个区块。好，折成四格。折成四格之后呢，请你呢画成幸运草来。我有个图示哦，就是这样子。每一格呢，每一格就是一片叶子。每一格就是一片叶子，然后画大一点，因为你们要写字在叶子里面。好，那你也可以说我干嘛画呢？我直接写就好了。没办法，老师就是很无聊哈。然后要让你们有点事情做，好像感觉我还做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好，好，拿什么？Peter 要去死呀，他不好意思控了，可以先走先来吧，没有，没有，先弄麦克风真的不行吗？看到锅子，用锅子吗？哦，很棒，一锅很有那种气质。对，因为我其实现在上课都不太需要麦克风，因为我的班级会在那个英语前进教室，所以很安静，就是可以用麦克风。好，那各位老师已经画了吗？画了没？就是这样哦，把画一个幸运草叶变大一点哈、哦，然后呢，在这边写上主别。那我们的主别呢，就直接从这边开始好不好？就你们四个是1、2、3、4、5、6，哎，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样子倒过来好了，比较好记。1、2、3、4、5、6，好，就跟六组，然后四个人一组。就麻烦大家呢，你把组别写在这个地方，把组别写在这个地方，叶柄的地方，然后把你们的名字呢，把你们的名字写在幸运草的外围，把名字写在幸运草的外围。好，1、2、3，写中文、英文都可以。那如果多一个人的话，你们可以加入某一组也没关系。因为没有办法重新成立一组嘛。如果说多出来的有到四个，我们可以重新成立一组，但是没有的话就是并组也可以。好了，名字写好了吗？后来写好了没？来听。OK， 好。那因为有四片幸运草，这就有四个题目哈。来，第一个题目，当你听到十二年国教，你的脑袋里面浮现了什么画面？那这个画面呢，请你用形容词、名词或者是一句话来描述哈。OK， 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正向还是负面的都没有关系。我没有要标准答案，我只想知道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或者是说你目前对十二年国教的认知都 OK。你们这组可以讨论。那如果就是这组当中四个人有四个不同的意见，你四个都写，你不需要取得一个 agreement。OK， 好，来，那给大家，我们应该两分钟就可以了哈。基本上如果要抱怨，应该很快，就两分钟就可以了，不用讨论很久。好，两分钟。写里面。啊，是谁讲的？十二年国教，然后写在其中的一页面上。不要讨论哦，讨论哦。那你可以用形容词，用名词，从一个像一片，其中一片，写在其中一片，因为这是第一个问题，写在其中一片，对。那你可以用彩色笔写，会比较清楚，你这边也可以用彩色笔来画。Yes, you are.
句子一个单元，对，然后记下来，然后还有吗？三十秒，三十秒，三十秒，加快一下，然后记得这个，对啊，就是这个，对吧？看你要不要写一个，今天的那个写一个这个。3, 2, 1 来，好，然后再来就是老师说一下哦，如果你想要这个计时器啊，你就是在网络上 Google 一个关键字，叫做投影，叫做计时器，投影片内嵌计时器，或者是计时器内嵌投影片，反正你 Google， 你就是这两个顺序都换一换。中文的不要找英文的，如果找英文，你只会找到一个网站，它教你怎么去弄，然后你就完全听不懂它在干嘛，很累。好，所以，但是如果你用中文搜寻呢，你就会找到别人直接做好给你的，完全有中国人的精神。我直接就是 handmade， 然后 ready made 给你 made， 然后你就完全不用动脑筋了，你就直接去，他已经做好一张投影片，你就把那个投影片直接当做一个图档，就是你那个投影片就。你看哦，这个东西它是可以缩的，就是到时候你啊，你看哦，它是可以拉的。机器人啊，比如说你今天在网络上你找到的会是一张这样的投影片，所以你就是要把它复制，然后贴在你任何想要的投影片当中，那它是可以拉下来，就是根据你的大小来调整你的位置。可是它有个限制，就是你的 Flash 的版本。需要比较也没有到比较新啦，基本上用这个来试试你们学校的电脑就知道了。如果都没有更新嘛，就完全不能动，然后你就发现什么也开不了，就是 flash 的问题。所以这台电脑可真不错，因为它要显现了。我每次到每个县市就看他们的设备好不好哈。然后为什么我的那个 true or false 我要整个换题目呢？因为我礼拜二去宜兰，就在宜兰很有意思，他们那台电脑应该不要反正就是。整个中毒吧，就是随身碟，就是真是挂了，是挂了。然后那天那天很恐怖，是我所有的档案全部在那天，我就开始一个思考，危机意识，我等一下我要怎么办？我里面想的什么活动，我要带什么？好，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要去检查一下你们学校的。好，那我现在是不是先请随便一组起来分享？你这个分享过之后，等一下的题目就不用分享了，先动先量，对不对？聪明啦，我已经没有了。我们在主修想要十二年国教学的会有很多研习。很多研习，我第一次听到很多研习，非常好。很多研习就是会有很多的东西会下来，因为很多东西下来之后呢，就可不可以讲压力？可是有些，就是说有的同事就觉得，就觉得，其实就生活到过没有，也是会有太大的压力这样。对，那是我们的。OK， 所以你们这组大家都组就会很练习，然后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对不对 ？OK， 好，来，那我们继续要看第二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什么呢？第二题目是你觉得21世纪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哦，好，那写出前五项。OK， 好，先要等一下，我看后面的。好，幸运草其实应该有4张，哈哈。好，对不起，少贴了2张，没关系。但是我不知道题目是什么。OK， 需要什么少贴的2张呢？好，21世纪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哦？那就跟 OK， 就说你这题呢，你这题就是你只要写出前五项就好了。21世纪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写出前五种，随便想，就是你们认为对，写在其中一片。因为你看，这已经到另外一片了，所以写出其中一片就好了。
对，就是你们可以写出前五项哈，然后你们这组可以讨论一下，你认为这五项当中呢，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哪一项是最重要的？你把它筛选一下。最缺乏什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他需要什么能力，可是现在呢，你要去把你刚才写的那些能力呢去排序。你觉得在你写出来那几项当中，哪一项最缺？好，就是按照这个排序的次序。对，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每一组要分享你们认为最缺乏的第一项就好了，最缺乏的第一项就好了。好像很缺乏，哎，就算他很缺乏，你还想出个最缺乏？自我
很多元素，取决于老
老师本身，教学者本身，如果像我们现在今天抱着一个学习的心，他来这边跟妮娜老师还有跟很多老师共学之后，他回去讨论再思索，他就可以把整个一个课程的东西用了一小点，他就可以活化整个课程，让学生乐在学习。可是重点是我们现在如果回去，我们听一听啊，可能是要我来参加，好参加啊，回去哎都不做，然后甚至是你用一些很传统的方式，然后你就是只是以教师为中心，我也不想去做，也基本上没有来上课嘛，我很认真啊，为什么我要改变？那我一直用很传统，然后甚至是没有让学生做思考，没有让学生做团队合作的方式。那学生当然有学东西，可是你学到的东西可能还是一个方法。你的教学方法没有改变，然后学生觉得，哎，我上课就是来这里，就是一直抄，然后呢，就是一直演练，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考不好，老师就一直骂我，就会他会反而是觉得没有什么乐趣。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在教学者本身，教学者本身去转化他的课程。OK， 好，谢谢。来，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这个题目原先设计的应该是，你觉得以前你自己国高中的教育有没有办法培养这个能力？对，因为其实它最重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它最重大的差别其实在于说，我们以前的教育它是以教师者为中心，而不是学生为中心，所以很多的能力应该是我们慢慢社会化之后你去学来了，对不对？就是你可能以前他也不会教你要批判思考。他其实不会，因为他会给你标准答案。你今天考试如果没有写出标准答案的时候，你是会算错的。所以在以前，可能他或许一些教学的方式、带的方式，没有办法让大家做到这样的技能啊。所以这个就是这家就是我们21世纪学生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比如说第一个是数位的素养，对不对？好，数位的素养是资讯媒体跟 ICT， 然后都有学习创新的能力，还有工作生活的能力。这张没有在 PPT 上面，因为我要是印出来之后你们就不会讨论了，没办法，就是只好这样。就是坐在为什么印出来的东西会跟讲师东西不一样，是如果先印出来就大家就会先看后面，然后其实就不会讨论了哈。好，这个是能力，可是这个能力它到底它的来源跟它的可信度多高，其实它只是一份资料而已。那真正可信度高的是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从2015年到2020年的转化。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刚才跟我说解决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你的生活技能就会很好。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呢，它完全没有变。5年之后，它也完全没有变。到了2020年，其实完全都不会变。好，那可是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来看一下哦。批判性思考它原本在哪里 ？Critical thinking 它原本在哪里？它原本在4，可是现在跑到2了，因为 critical thinking 也很重要。好。那再来第三个创新的能力，原本或许创新没有到那样的重要，可是你看哦，随着时代的改变，它居然跑到了第三。所以其实这些能力你会发现，将来我们需要的技能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学到的哦。好，那当你看到这张图片，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是哪一层？我们是中间，对不对？我们还不至于到上面，会有可能差不多了。好，但是基本上你还在中间。那我们的学生他其实是下面的这一层，就是还蛮可怕的。人口逐渐的老化，然后少子化的越来越严重。像现在学校登记，我不知道那个云林县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你们登记退休的老师，比如说你已经可以退休，那去登记退休的现在多不多？请问是？就是登到了退休，他就会登记退休了，还是大家都选择不退？哪一个？目前都选择不退。目前都选择不退，尤其是行政人员，这个是真的，没有人要登记，就大家要做到届龄退休。就现在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倾向哈，除非说你可能有特殊的家庭因素啊，或者是其他身体因素，就是一般人就是可能一些那个年轻的改变吧。好，那就是你会觉得教育的日子是越来越辛苦，因为你要到65岁才能退休，届龄退休是60岁。OK， 好，那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我有把它剪过了，所以它很短，它比较短，然后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看重点。不行啊，为什么？
你说这个画是不是你有看到？这边，下面。他就晃，因为他什么东西，他小朋友非常厉害。OK， 好，来，再次吗？他会直接跳到很，这样不错，他就把它切掉。就是现在的学生到了他38岁的时候，基本上呢，有一些工作。等于说，在10年前是哪？这三句话最重要。只要你有看过宣讲，一定要看过这张图。好，这张图呢，107课纲，那现在改成108了哈，就是课纲的理念跟目标。那请把黄色的这句话念一次 ，1, 2, 3, go， 来。对，成就每一个小孩子诗性扬才，终身学习。那如果把它改成英文，就是 NCLB， 请问是哪四个字 ？No。NCLB, No Child Left Behind。 对，我们就是要成就每个孩子哦。那 No Child Left Behind 这个是在美国他们教育部一直要坚持的一个理想跟想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成就每个孩子，最重要是要适性扬才。适性扬才就是要符合他的多元智能哦。那另外一个目标是终身学习。好，那这边呢讲了很多的愿景，我先问一下老师，你自己有没有具备这样的职能哦？好，第一个，请问，生命的喜悦，生活的自信。好，第一个，你有生命的喜悦的，请举手。你觉得生命很欢喜，好吧？老师，然后大家这边要给个巧克力耶，你是毫无迟疑就举手的老师哦，你是刺激反应就直接，老师说你认为你生活过得很快乐哈，你真的哦。对，笑容满面，生活好快乐。哎、啊，今天演习有没有很难过？没有，不会哈、啊。好，来，他有生命的喜悦，请问你有生活的自信吗？有自信的举手。哎，不错，这排哦，这排至少都很有自信哈、啊。好，来，再来，你有学习的渴望的，请举手。后面的辅导团的先举手。辅导团不举手不行哈、啊，虽然校长已经离开了，不是我跟校长讲，我是第一个举手的。啊，你有创新的勇气的举手。好，来，我们唯一的，对，我认识很创新，好，创新。基本上我很喜欢问老师一个问题哈，他们，哎，如果今天胡伟正啊，这次胡伟不管了，反正你们家住的附近啊，开了一个新的美容院，然后你刚好要去剪头发或烫头发干嘛？你会去那家，还是你要去你很熟悉的那家？来，你会去新的美容院的举手。你会去你很熟的那家的举手。OK， 好，那另外一个哈，就是一个有两家餐厅，新开一家餐厅，你会想去尝试的举手。好，因为剪头发会走一辈子，其实最重要的例子也就是把头发剪掉。
去改变，这个改变是需要动力的，因为大家都是由俭入奢嘛，对不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好 ，OK， 就是你只要很安逸了，你不需要考较真了，你不需要被评鉴了。就团购啊，追剧啊，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是生活的乐趣，我也很喜欢这样子哈。所以对团购生活乐趣，那除非就是到了想说啊，超高要跟又来两个现实分享啊 ，PPT 都没有重新看，才会把自己从那个韩剧这样拉出来。OK， 我就很认真的来准备。来，三个字一定要背，叫做自动好，你念好。来，自动好。那六个字呢？我们一起念一次：自发互动共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你要记住的第一个，来107课纲的愿景是什么？不要看上面，自己背起来什么？那是里面。来，愿景是什么？成就每一个孩子是性良才，讲英文叫做 No child left behind。 来，里面是自发互动共好。 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自动好，自动好是怎么来的呢？自动好是先从这个图哦，自动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图其实意象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理念，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所以当我们成长环境的不同，你会由各个不同的方向去发展，对不对？这个就多元智能嘛。可是呢，因为人是群体的动物，所以你会跟其他人有互动，好，所以你在互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交集。那你注意看一下哦，为什么我们要在互动又升级到共好？它的交接的这个线有什么不一样？中间这个线是直角，对不对？它是很尖锐的，可是到了这里呢，它整个是会变成一个圆圈。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它是会有摩擦的，因为我们有接触。那要借由什么呢？借由大家互助合作、互相体谅，我们有共同的理念，所以就会达到这个共好。是一个原型，所以这个就是当初设计的理念哈。好，那就是自发互动共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一个影片哈。这个影片呢，你看的时候，等一下我要问老师，就是，你在这影片当中你看到了什么？那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觉得这个影片它真正要给你的inspiration 到底是什么？哈，就是可能从这三个角度里面去看。这个叫 Be a Giver， Be a Giver， 应该会有人看过 Be a Giver， 吴念真的 Be a Giver， 他的那个标题就叫做 Be a Giver， 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好，来看一下哦。条中国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在回顾童年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第一个感觉是他的样子。非常优雅，分子里面都很尊敬他，因为大概是分子里面受过教育比较多的一个人。你打不打得好，心里打不好，就让你带我一顿。啊，厝的吼，拢无半线啦，啊，伊家己半有台大风沙啦，物件买来就死了了。啊，伊小弟要注册了嘛，无钱啊吼，我要来调查啊。他就坐下来，然后从那做工的衣服里面抽出一支非常古典的派克钢笔。写完之后他会练给人家听，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把这段会练成说来听我北部国林是北部国林照你看你下面的去以后求生让你想苦想来，但是最近出了一点困难，小弟小妹要注册，你有钱加减加一块钱，要你在以后身体保重，那你下面那我记得印象中是有一年的暑假，他忽然间把我们全部叫过来，说来来来家，他就拿那个纸，一人包给我们一张，伊就讲给吗？啊，你写张票交伊阿公，啊，你写伊阿公什么，就每个小孩子写，我们就很认真在那边写，写了蛮多答案这样，开始写写写写，他也不晓得干什么，金妈，你看谁呀？阿伯啊，我要来到阿伯啊，有一天会老，阿妈会死。假使讲我老啊死的时阵，无人替人吃亏啊，我今日来叫来，就是要跟你讨钱。你看谁家老些？你叫你家老些？所以哦，你家开始讲些话。啊，若有一天阿伯若无在的时阵，
你就当退出面人写。这本你摕去看，看看你就知影改名怎写。啊，若看歹所在，先来问我。好。我听了自己很感动，好像自己被重视的那种感觉，这样。我一打开，完了，看不懂，全部文言文。那爸爸妈妈知道说，德中国要选我当继承人，就叫我跟他们写信。他们当然很高兴，就跟我讲说：“你要领金哦，爱领金哥哦。”这样。我那时候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在九岁、十岁的时候，好像已经进入大人的世界。比如说，我如果坐在那边，他们拿一张纸说：“今天你搞啥子 ？OK？” 这样，这件事情是可以公开的。如果说今天来问他，然后给我几个梨子啊。桃子啊，就是那些，一定是秘密。很小的时候就介入大人的世界里面，那种非常复杂。但是我非常遵从一个指导，就是教授那边跟我讲的：下辈子再把别人供来东西上。我觉得那是一种基本的道德信念吧。我们那个村子里面真的是矿村，所以常常灾变嘛。一个小孩子必须在一个晚上里面变成大人，所有的小孩子在外面工作了。那么隔壁阿姨有一个女孩子，她爸爸是在一个灾变里面死掉的。后来她十六七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她来养活他们家里这四个弟弟跟她妈妈这样。她有一天呢，带一个男的，那这个男的是个外省人，然后她觉得她女儿很淳朴，她这一次来是希望她的妈妈可以答应她，把这个女孩子赎身出来，就是把她娶了，可以让她女儿能够这样子。我记得是那信封纸，类似公文的那种颜色的纸写的，毛笔写的，情书，字很漂亮，这样。啊，我看一看，情书对小孩子来讲已经很吵了，所以很多东西真的看不懂，看不太懂。刚才讲交代啦，今后安尼啊，今多谢啊，安尼呢，啊，然后后面就很长，这样子。我按过来掉一句吼。掉一句，我看到，我要吃家己的囡仔啊。他得看很久，看完之后，他就跟他讲说：“哎，多谢你来交代啦，吼，跟我讲的一样哦。啊，今天弄打弄真好，真温暖，啊，以前介绍你那真单纯，这样子，哦。啊，当然伊也知爱即摆有负担，啊，未来唔知爱安怎，有迄福气，甲介绍伊那做阵啊，无，伊另外单台，另外就是，老倒霉的是我。大人当然会讲说：“啊，你那都念多年了，这样，然后充满安慰，但是有点责备，这样。”我当然吃惊，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看错，所以那几天，我几乎都很沉默。我连晚上相对我，爸爸你都这样，啤酒加苏菲啊。你看，小白又来了。这你看行吗？怎么又来了？有一天我下课。然后我从山路上过来的时候，我不晓得他故意在等我，还是正好经过那里。对吗？其实那边花，你并无看唔到。我知影，
你感觉真奇怪。但是你用完过后尾种啊，一千块反应。是啊，花会当有两种讲法，互人想起悲伤，这种起来是一种。啊，若同款的意思，咱换一个讲法，又搁是另外一种。啊，想外过外省啊，到最后是毋是有缘通做伙，咱啥物人也活得较保障。不管咱怎，咱毋是拢应该爱来祝福嘛。所以啊，你袂用将你上十八个字，然后你阿母先来听。阿伯看起你的主意，若拄着较惨白的字，爱用一个方向、一个办法甲转过来。现在想起来，他不把我当成小孩，那一刻他好像把我当成大人。多年之后，在回顾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忽然间在我心里面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不是那些大的学问家，而是这个人。他把知识拿来当作奉献，然后他也希望这个责任有人传承。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苦难，当然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特别的风景。其实台湾现在最重要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共同尊敬的人，一个可以共同相信的事。如果没有发生过，我的人生要到很后面才遇到一个真正的启蒙者。他告诉我，你有能力的话，你应该替旁边人做些什么。这一代人应该是一起学习，去面对新的这样的彼此理解。而不是老是抱怨知识不是光用来谋取利益，知识可是可以用来奉献，知识是可以用来帮助别人。台湾需要一场以帮助为名的社会运动。Be a giver。好，为什么要跳最后的句？因为我要看一下他那个 giver 那个 verb 能念好。好不了，来，你会发现，因为我们那个讲话的习惯，所以当我们念到那个母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会很快带过去。就跟我们讲话习惯一样，因为中文字它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切的，它不像英文其实会连，声音会延展，对不对？所以像那个 giver， right， 就是 a 的声音是短，然后这个 giver， 所以它的 be a giver。他不讲，他不讲 be a giver 吗？就是很顺，因为他把他用中文的方式去讲，已经很棒了。OK， 来，那有没有老师要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当然就是你可能可以说你看到什么，然后你感觉什么，那你觉得他给你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就是讲重点就可以了，觉得你的想法，你看到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中间有哪一段你觉得你特别觉得有趣的？因为所谓看到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见得一定要找到它真正要给你的意涵，而是说你在这个细节当中有哪一些部分是你觉得很特别的，不管是这个这一幕很特别，或者这件事情很特别，或者是它陈述的样子很有趣，我觉得都可以。好，来，我有三个收获，看，第一个就是说。像那个他就被给他一个任务，还是一个使命感，我会觉得他很自重他自己。好，这是一个、就是、给了使命感之后呢，小孩子会觉得自己被重视了，就开始有自信心。对，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他有需求，因为他看不懂那个里面文字，他就触发他要去学习，所以要创造他需要的动机，还有环境，创造触发学习的环境。对，那第三个是。最后是我觉得说，也是我们要反省，说我们学习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带给人幸福？因为讲一句话好话或讲一句实话，对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就像他说的，他跟他讲说虎毒食子，马上那个妈妈就是照毙了。可是那个刁春北讲话意思可能有点转折，但是其实也带出一某个意思出来。那也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就告诉我们孩子说，实用性之后，我们应该告诉他说，如何去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幸福。OK， 就寻求我们在十二年国教当中最重要的 common good。OK， 你们讲得很好。刚很赞的，我要加高我点，我心里想不出来。这个我自己说，因为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看到重点都不一样，这样子哈。好，那有没有老师有其他的看法的？好，来，请说。我其实刚刚。不好意思，徐老师说，我觉得看老师的表情，我就觉得你想说耶，我怎么知道？然后维仁就先举手，我说奇怪，能让我感应错误吗？因为你给我感觉就是你想要讲，但是维仁举手，好来。我
我在学校一直是担任导师的工作。嗯、那它里面那个影片里面有比较草包那个部分。草包。就是。哦，刺眼。刺眼，就是说那个话很直接。嗯，是。那我想说，我在跟家长沟通学生的问题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启示性的。嗯、你可以把学生的行为讲的，对啊，他在学校就是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换一个方式讲说，孩子这个地方如果改进会更好。嗯、他听起来如果怎样会更好？对，会更加舒服啊。是。小孩子他坐不住啊，下课就跑来跑去，我们可以先让他站没，是因为吼。很有活力，就乖就乖哦。啊，是就是说，我安尼走来到怎么是起来？夜长龙的，夜长龙的，我是惊伊家己滑倒，吼，家己受伤，啊，老人家。即摆大家拢，囡仔大家拢笑眯眯，啊，夜长龙的吼，可能会较麻烦。对啊。啊，所以咱是爱家讲，爱家联系啦。所以有的时候学生的问题，我们尽量避免用很苍白的东西。好，我觉得跟家长的关系变成是一个合作，而不是说那是你的孩子。对，不要感觉把他推到外面去，应该是他是我的，我们的孩子，是我们一起来带他。我觉得如果先讲这样的东西出来，先跟他赞美一下的话，你再叙述学生的那个要改进的地方，家长会觉得跟你是站在一起的，你跟他是站在一起，他会比较愿意去一起辅导这个孩子。比较不会主动情绪排斥。谢谢老师，好，真的讲得很棒。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哦。我虽然没有当过几年导师，可是我觉得我当导师那年应该是还蛮精华的。很精华意思是说，我们有个家长，他之前从来不会来参加那个班亲会。那后来我就问他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他不想要去被老师骂，就是那个老师可能就会就会让所有的家长就坐在那个小孩子坐好的位置。然后就开始讲那个几号的人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情。那他就觉得他每次去都被骂，然后头都抬不起来。可是呢，像这个他们的邻居是一直被赞美的，那他就觉得他每次来这个家长会，虽然他有很多事情想要跟老师沟通，可是他会觉得他一直在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就不想参加。那是他之前的经验哦。好，那老师呢提供了很棒的看法。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核心素养，我们需要去来带这个片子呢？就是你今天怎么样学会去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更高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才是我们在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因为教育是要带给人家幸福的，然后教育是要给学生他一个带得走的能力。我们希望说他将来都可以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哦。好，所以那我们就提到我们的核心素养。那核心素养呢，其实它在国外其实它这个概念已经发展很多年了。如果你去网络上，你可以找到一个片子叫做 Core Competence， Core Competences， 然后因为加上 CYIES， Core Competence， 因为有人讲核心素养讲 Literacy， 可是呢 Literacy 它比较偏重在什么？从字面上的意思，你觉得 literacy 比较偏重在识读，比较偏重在知识，对不对？知识。那 competence 其实它的东西呢，它会比较多元哦。那如果你去看这段影片，它会告诉你三个重要的概念： communication、thinking 跟 personal and social。This is curriculum is made up of a number of interconnected components.Let's look at one of these compon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more detail. They are a set of intellectual, pers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ies that students develop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ir school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are embedded in each discipline and area of learning and are activated through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activities. There are three core competencies: th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the thinking competency, and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y.Th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encompasses a set of skills and abiliti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gai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xchange information, ideas, experiences, and to interact with and explore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 thinking competency encompasses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processes we associate with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both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The pers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y includes personal awareness, sense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social emotion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s well as th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The core competencies are foundational and are evident in every area of learning and are uniquely represented in each discipline. A set of profiles for each competency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They include different facets and definitions of each competency,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illustrations of each profile level. The profiles help to show how each student uniquely develops the competencies over time. Okay, 所以这个就是三个重要的 communication, thinking, 跟 personal and social, right?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核心素养呢，用一个很简单单词就可以代表了，就是 ask。ASK, 为什么叫 ASK 呢？因为 A 代表的是什么？Attitude 的态度，然后 S 代表的是什么 ？Skill。然后 K 代表的是 knowledge， right？ 所以我们有知识、技能、态度。所以我们今天讲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如果今天去考试的时候，那什么是核心素养呢？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他为了要适应现在的生活，去面对未来的挑战，他必须要具备的三样东西：知识、技能跟态度。知识、能力跟态度。可是呢，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关注在学习跟生活的结合，那最重要的是将来能够实践力行去变成一个全世界公民的全人发展。 OK，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他要为了适应现在的生活来，然后呢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应该具备的三个东西：知识、技能、态度。可是最重要的是他的知识、技能、态度这三种是合在一起，他必须要能够活用，能够身体力行，将来变成一个全人教育、全人学习。好，这个就是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的涵养。所以他其实有 competence 跟 literacy， 因为他的知识还是有重要的。你要是没有知识，其实一切还是空谈。好，来，那所以呢，用核心素养，我们可以用核心素养作为课程当中的发展跟主轴哦，支持各教育阶段的连贯跟各领域的统整。好，来，老师看一下这句话。各教育阶段的连贯，这句话什么意思？所谓的连贯就是指的十二年国教它从哪里开始？国小、国中到高中，对不对 ？OK， 那各领域之间的统整，所以它是一个横向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领域的知识它不是独立的，它应该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合在一起，就好像在国小一样，国小它其实有没有分科？像国小老师他几乎是全才，对不对？他什么都可以教，所以他很多领域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然后越到了国中之后，因为我们的可能在我们的教育学程的养成教育当中，我们是分科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到了国中之后，你的能力越来越弱，就是你其他的科目能力越来越弱，因为你只注重在你自己本科的发展。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对学生的话，当然最重要刚提到的自主行动，不管怎样这个最重要。今天有意愿，他什么就会。比如说，你今天你们班上或是同事要聚会、要聚餐了，聚餐的娱乐节目就是去唱卡拉 OK， 这时候怎么办？海洋会去卡拉 OK， 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你可能会唱就那几首老歌，然后之后就不会新的了。但是你一唱，别人都知道你年纪，平常你怎么保养都没有用，你得花点钱了，然后在那当洗耶，对吧？哈，所以你为了这个，你就赶快去练一首新的歌曲。然后就很厉害，你的动机就出来了。尽管那个歌词再怎么难记，你都会记起来，因为你有你的意愿跟动机。好，可是有动机之后呢，其实你还是必须要有什么呢？你必须要有学习的方法哦，因为有学习的方法呢，你才能够知道用什么最好的方式，然后得到最好的效果。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活用学习，你必须要把你的学习呢去活用，那这样才有办法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好，那提到活用学习呢，因为我有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子，然后我觉得把它放到活用学习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来看一看哦。有人看过吗？老师这时候还非常的温柔。那枪是有多响？大概有80到100分贝。我们看老师面带笑容。那就是说会这个耳朵疼，那你哪有办法吗？开始脸变了。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了吗？我确定，拜托。
没有，他们的智商都在200以上。老师已经胡言乱语了。没有。有没有残疾过弱的睡不动的鸟？没有，身体都倍儿棒啊。在不在怀孕肚子里的小鸟？它都是公的。哦，这个就有问题喽。都不可能怀孕吗？公的不可能怀孕吗？绝对不可能。千万不要想绝对了。对齐一老师问题的正确性，对不对？没有，这真的是十只鸟。有没有傻到五万死的？各种状况都出来了。他们都怕死了。我说的是十只鸟，一个被打中，另一个是几个？笨蛋，看起来你知道你这句话很严重哦。女性不可以相爱啊！性别平等，性别平等。所以最近话真的要小心一点。同性公的不可能怀孕，公的不能相爱，不行。这句话也要小心，不能讲正常这两个字。这时候出现一个国文之优生。如果一枪打三呢？不会。四呢？更不会，你呢？再说一遍，一枪只打一只。十只鸟都是自由飞行的吗？他们听到枪声，几乎是坐着起飞的时候。好像通常会不会撞到一起？不会，他们都是自由活动的。如果你的话没有骗人的话，打死的鸟如果没掉下去，挂在了树上，树上还有一只；不过掉下去的树上就一只不剩了。第二个他可能就是他会假设很多很多的现况，可是你发现如果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呢，我记得啊，有些小孩子呢，我认识一个替代，我最近才知道，对，最近我们教办了一个活动嘛，那有替代役，就那替代役，因为他已经是末代替代役了嘛，大家知道以后没有替代役这件事情了。末代替代役，他就决定要去设计一个活动，他就设计一个很可爱很有趣的活动，然后自己全部都做，那个叫 Werewolf， 有人玩过吗？就是那个狼人的一个游戏。这个益智游戏还蛮好玩的。后来呢，我才发现说他的英文讲得很好，是因为像外国人，那我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英文可以讲得这么 native-ized， 而且他已经在微软公司有工作，他是到了高中毕业之后才去大学读书，可是他小学之前就是他的幼稚园那个是在国外面的。那为什么他后来他是他自己主动跟家长争取说他要去国外念大学？他就是那种在学校很喜欢发问，很喜欢问问题，然后就被老师阻止的人，就老师一直禁止他问问题，所以他觉得在跟上课非常非常的无趣。不过为什么他英文可以讲这么好？我觉得应该是他家里面是很努力的，他回家在家里面，他爸妈都是台湾人，可是他不能讲中文，他是有心要去培养这个小孩的语文能力，就变成说他今天如果用中文跟他爸妈讲任何话，他爸妈都不会理他，所以他从小就必须要在家里讲英文。然后当然就是有找老师来给他一对一上课之类的。好，那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里面呢，对于那些可能很开放自主或者很有想法的小孩子，过于限制他，事实上是会限制他的创意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来开始活动了哈。那这个活动的同时呢，如果你想要去一下洗手间，其实也可以。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请大家在这个讲义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多字的，就是你看的头很痛的那个很多字的，不是教案哦，是，不是教案，是那个我看从哪一页开始，就是边页嘛。好，从第一页，对不起，就是从我的 PPT 完之后的那个第一页，我们看到那个重点节录，有没有？就是107课纲的国中小的核心素养哦。好，那因为它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解读，所以我们的核心素养呢，可以发现我们有 A、B、C， 对不对？那刚才呢 ，A 就是搭配刚才的自什么自发，所以自发就是自主行动哈。那自主行动又分成 A 一、A 二、A 三。好 ，A 一叫什么呢？大家念一次 ，A 一是。身心素养与自我精进。A two 呢 ？A 三。好，那么 B 的部分呢，就是沟通互动。刚刚我们讲的自发互动，哈，互动沟通互动。来 ，B one 是。好 ，B two。B three。B 三是什么？艺术涵养跟美感教育。好，那 C 呢就是共好，共好就是社会参与。来，请问 C1 是什么？C2 是什么？好， C3。 好，那核心素养的三面主教，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受训的时候，光是这张图可以讲一整天，你们觉得一张图讲一整天写得抽象？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是因为我们下午呢，我们要产出每一组要产出一个很简单的核心素养的一个教案，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帮助大家怎么样在下午产出可以更快。所以现在就麻烦大家呢分组哈，你们就是把 A 一、A 二、A 三核心素养当中国小跟国中有没有它的那些内容，你把它仔细看一下，然后呢，每一组会有这个小小的这种 A4 的纸，我会把它裁成四张，就小小的。OK， 好，那就麻烦你们讨论一下三面九项这个 A、B、C 当中，你可以想到哪一些教学活动可以呼应到这个核心素养？哪些教学活动，或者哪些作业，或是哪些什么，反正跟英文有关的，在英语文的教学当中，我们可以设计哪一些东西，哪一些活动可以来呼应这个核心素养。那当你写完了之后，记得可以用那个彩色笔来写，用深色的彩色笔把它写在纸上。写完了之后呢，就请你贴在这个位置。我们有 A、B、C， 好，有 A、B、C 三个。好，那老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讨论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去上洗手间或喝喝水什么之类的。那我要先讲一下，可能大家比较不理解的是 B1 讲的是符号运用跟沟通表达。来，那其实 B1 呢是每一个教案当中都一定会有的。所谓的符号运用就是英文，就是英文的字母文字。所有的听说读写其实都符合 B1。 那如果数学的公式，化学的化学式，这些都叫做符号运用跟沟通表达。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份教学的教案当中，不管就算它其他没有达到，它一定有 B1， 所以 B1 是一个基本款。好，那其他这些有没有老师要问大概是什么，还是你们要去就是仔细吸收一下？好，那我们给大家大概休息，我们休息了什么呢？你们休息十分钟，好，休息十分钟，然后再工作十五分钟，可以吗？就休息十分钟回来之后呢，大家再一起讨论哈。